纯爱战士暑假作业版，你太干净了，我不舍得碰你。嫂子不仅冷白皮，还是理科生，是不舍得还是不行，你自己清楚。弟，三姨那边怎么说？三姨着急报成绩呢。傻丫头，再不碰命都没了。哥，韩姐马上就回国了，早点断干净吧。暑假结束，你的作业写完了吗？